国姓乡石门社区在今年参加管府小基金社区计划，特别安排了老人合唱团的课程，找来老师指导社区的时段练唱歌，希望借着音乐和时段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而在课程开班了后，社区发现这老大人唔呐特别介意唱歌，也真够唱歌。你现在石门社区的老人合唱团，不但是非常受到地方的喜爱。也个时段有了一个展现歌喉的舞台。石门老人合唱团的招牌歌曲《望春风》听来是相当好听，其实唔那是团体合唱，来一段个人独唱嘛，相当有看头。风在，我唱来好啊，是动也无伴手顶的。歌唱起来是非常好听，长辈嘛完全未有歹势表现。这阵老大人是非常爱唱歌，其实两人合作演唱已经是相当内行。草根木材，带念家中的贤妻。十指沾沾红一杯，五星出去念一回。啊，挑花赤手在房内。不靠西装红镜戴，唔那会晓唱歌，老大人唱的歌，真侪拢是家己编词，而且时常是想到，就家己来改歌词。有时阵新来一遍，嘛会来一段四句联，实在是令人非常佩服。天生杰，地生牛，红牡丹，绿石榴。啊，那身体健康就好代志啊，平平安安就好赚钱啊，啊，大家来等过年啊。我甲你编，我甲你编嘞。你甲你编嘞啊？编这老人诶歌。为啥会晓编这？啊，毋捌字，我都甲你学。都咱都石门社区有好山好水啊，啊，搁来画图，搁兼做戏啊。啊，少年爱去趁钱啊。变贵哦。较早迄家当啊吼，家当啊开会人较贵半，啊，阮就做囡仔，就大家就罔穿，做囡仔大家就罔穿。安尼咩？啊，都啊阿哥啊，都拢爱摊爱夹枝头咩？啊，你我拢爱摊花咩？阿哥，嘿，啊都安尼唱安尼学来。因有够厉害，有够牛的啦！因所有因拢足自信的，家己创作歌词，啊，这个意境拢是时代家己在想在讲，啊，所以嘛四句人呐，啊嘛有。这个歌词的意义。石门社区参加今年南投县政府社区小基金计划，开办老人合唱班，如今展现非常好的成果。老大人唔但会晓唱，啊，佫真爱唱，更爱家己来编写歌词。有时阵唱到兴趣一来，也会表演一段双人舞蹈。每一摆上课，老大人总是带着欢喜的心情来展现歌声，嘛，让因的生活更加精彩丰富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姐姐也穿起姐。